哥哥，这么疯狂的吗？要出远门？今天有点早嘞。咱们宁波的钓友啊，说最近这个海边啊，出现了一群这种小鱼，叫做油扁。油扁、对，个体呢大概在2指左右，1-2这个样子。而且他们最近钓的非常疯狂，他说，就是鱼情好的时候啊，一个小时能拉4-5斤。就是少手感了，钓这种小鱼。有可能你还会碰到这种大的乌头自鱼啊，自鱼、大的2-3斤这种样子啊、一般1斤多2斤这个样子、所以咱们起个早，现在呢早上是3点钟，去宁波是吧？对，去宁波啊，3个小时刚好到海边。对，刚好到海边，差不多就是天亮的时候5点半6点钟这个样子啊。走吧，走走走，抓紧时间了，赶到海能看个日出。你喜欢看日出是吧？出隧道后靠左。在跟你搞之前啊，虽然我也钓鱼啊，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来回600公里，当天打个来回就会去钓个鱼，钓个小鱼是吧？还起这么早，嗨不嗨？嗨是狗嗨，就是要嗨嘛。哎，呜呼，哦，擦，擦，啊，我们背面是个渔港哎。对呀、那边现在是禁渔期，人全部停在那里面了。渔港。对，这个外面呢就是一个海湾。海湾子，然后呢，最近他们在这边钓的挺疯狂的。咱们为什么说要起得那么早，来得那么早？就是想要抢个好位置。因为这一排的话有几个就是他们经常钓的位置。一般呢今天还好啊，今天我们可能是算来的比较早了，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到了这里。平时呢这个地方都是一排人坐过去的啊，你可能到了5点钟6点钟之后可能就没有位置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起得早。今天还好哎，第一个啊。第一个。哦，你别说人到了海边啊，这个人心情都开阔啊。对。好舒服啊，感觉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。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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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上无难事啊。只要到海边来。这外面是咸水吗？对，这里就是咸水。我看看这里。早上还下了一点雨，就咸水，咸的，对，就咸的，咸水鱼力气特别好哎，力道好，嗯，咱们先打点窝子，找新颗粒，钓海鱼必备啊，对，这早起的也算值啊，就今天阴天啊，看不到日出，看不到日出，哎，对，今天阴天，早上还下了一点小雨，刚出来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水好清澈啊！清澈吧？啊，1米下面很完全见底，岸边都就1米了。嗯。然后如果要说见底的话，至少2米见底。嗯。水很清，这个环境真的是不错了啊。嗯。好山好水。昨天在来之前呢，也跟风发这边的钓友交流了一下。嗯。那么他这个我们也所说的这个油扁啊，要到中午之后。海鲫鱼。海鲫鱼要到中午之后，但是早上呢，他是还是建议我先钓乌头。自鱼，对，先钓这种自鱼。那么就是说，咱们也就是按照他们的这种意见啊，先呢钓乌头，钓自鱼。那么到了中午之后，如果发现有这种海鲫鱼的话进来了，咱们再开始，变换一下钓法。那么其实像这种海围的话，它的鱼情它是不稳定的。不是说你前一天这个海鲫鱼钓得好，第二天它就会来，不一定。可能就是说这个涨潮啊、落潮啊，或者是下点雨啊，这个水的这个咸味变了，它的鱼情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咱们随机应变吧，还是先钓乌头，啊，先钓乌头。那么我用的是一个6.3米的鲫鱼竿，鲫鱼竿，对，鲫鱼竿。那你这个手感拉得爽了，待会儿。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个鲫鱼竿啊，钓乌头的这种手感。这已经是，这个是咱们的涂装出来了。嗯。啊，这是一个6.3米的啊，先来了一个靶，咱们先拼上去，先用一下。钓乌头嘛，咱们线组呢稍微可以大一点。现在呢，用到的是2.0的主线，子线呢是1.0，够大不？其实要在这种像这种6、7月份的时候钓乌头，它这个线组是很小的。但是今天咱们来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温度，现在的这个温度是13.4度。
啊，所以鱼口呢相对来说可能会轻一点。咱们如果说用到二号的子线啊，它就可能没什么口了。啊，所以咱们小一点。料呢，咱们今天用的是一开鲜，还是鲜虾饵？鲜虾饵，这是一个红虫饵啊，也就咱们红虫饵。对，咱们淡水里面用的红虫饵，咱们再试一下海味里面行不行？啊，按理应该新的就行。对，新的就行，因为这个里面它是有这种海鱼的这种。这种肉质在里面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那么像这种温度低的情况下，主要饵料的状态一定要做好，比重要轻，要方便这个鱼清口的时候能吸得进去。如果你搓了很大的团或者比重大，可能就不太口就放不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在里面加了，准备加个速攻，加个速攻减轻它的比重，厂家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的话，给我寄两箱这个饵料，免费广告。哎，哦，哦吼，这个哦，油边，啊，油边，这就是油边，啊，他们叫海鲫鱼是吧？对。啊，这边有个坎儿，将近3米高的坎，下去有点不方便。嘴巴有点像马口。嘴巴有点像马口。哎呦，研究一下。其实就是大号的餐条，扁一点，嗯，啊，比餐条扁一点，嘴巴像马口，嗯，但是它这个是海鱼，薄薄的，这个用油炸透了还是挺好吃的。看看，油扁，啊，跟刀子一样，跟刀片一样，很薄啊。对，很薄的啊。嗯。刚刚看到你下竿的时候，嗯，离水半米的样子。对。这就一直在翻。翻在。哦，打水，哦，这个应该是乌头，下户吧，下户，油饼也好啊，油饼也好啊，啊，油炸了啊，新鲜，对，这个比菜上应该炸得透啊，哎，这个薄，薄啊，下面切两刀，这个炸得透透的，油炸很好吃，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有收获了，哎，至少开红军了，开壶了，嗯，开壶了，我现在是搓的大饵，嗯。先把窝子给它做起来，一边呢就是我大概抛一杆起一杆，我就这个颗粒啊，对，撒一点，撒一点，嗯，撒一点，不要多啊，这样就好了，嗯，啊，起一杆就是先撒一点，嗯，然后团呢搓的都是大拇指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对，团呢，因为我现在这个耳朵状态呢，它有两个，第一个它可搓可拉，嗯，能搓能拉，可搓可拉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，比如说你这个大的搓下去。等半天没口，嗯，对吧？你可以拉个小饵团的试一下，嗯，说不定鱼它就在底下，但是就是因为的饵料太大了，嗯，啊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搓饵下去呢，我就一直逗，一直逗，嗯，啊，逗有两个好处，一个呢，通过动态去诱鱼，让鱼来咬你的钩，嗯，第二个呢，把饵料抖落了，哎，相当于做窝了，对，剩下上面就是钩子上面呢，剩下一些小饵团，它可能就哐当一口，嗯，啊，这样子，一边钓边试窝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，可惜，这应该治愈了。哎呀！这个力道很爽啊！很爽啊，看着爽啊！脱掉了都爽。钓治愈是不是经常有脱钩的？它跟黄尾一样，经常会毛到啊。对，经常会毛到，因为它这个鱼。他来了，他就在窝子里串来串去，串来串去，很容易找到线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哈喽，船长。青龙哥。哈喽，船长。青龙哥。我以为今天到奉化了，没有人陪呢。有，那我指定来陪一下子你啊。哎呀。下雨也成晴。天空不作美，今天。突然间下雨了。突然间下雨。早上来还好。你们早上来没下雨吧？嗯。没有啊。嗯。曹哥坐的位置是对的，他就。
就这两个位置差不多上鱼的位置，就这里附近。嗯，就那差不多，因为我们之前钓的位置哦，嗯，大概就是从这个石头呢，白色这块，对，这个白色的石头，嗯，然后过来到这个地方中间，反正就这一段嘛，嗯，都基本上鱼的，其他地方。那边的话水太深了就不会上鱼了啊，就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。这里水深大概三四米，嗯，这个地方四米多吧，应该有，嗯，四米多，那边有五六米了，就太深了，嗯，太深了就没有鱼了。搞起来，搞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闪现打起来啊，整起，整起。哎呀，还是这么小的呀。不大吗？不大不大不大。不大有多大？还是两三斤。你刚刚那条大一点。嗯。还是小的。一斤有没有？没有没有。嘿，至少是目标鱼。哎，鲻鱼是鲻鱼啊。嗯。就是小一点。上钩正口。嗯哼。有小就有大的啊。有小就有大。逃掉那条。那条才爽。哎，那条可能我估计是有点大。哦哦哦，操！哎呀，海鲫鱼啊！哦，来了！哎呀，这条大了，这条大了！奸杀，扛住！猫大的，不用慌。猫到的，是毛到的，小的，哎呀，小的，啊，还可以了，豪哥帮个忙喽，他拿不到草，那位置，乌头嘛，阿哥，啊，乌头嘛，不是鲻鱼啊，不是鲻鱼嘛，啊，乌头，哦，有啥区别？乌头它眼睛是黑的，哦，眼睛是黑的是吧？哦，它没力了。嗯，你会看它那个鳍下面是黑的，嗯，对吗？成年的话，鲻鱼的话，眼睛边上是有一圈，鳍下面是黑的，对，这是乌头，这是乌头，它是黑的，对，嗯，对吗？哦，嗯，但下来真是蛮像的，毛到的，是同类，嗯，老表，对，老表，啊，鱼的体型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眼睛，眼睛，咱们钓起来那个眼睛上面是有黄的，有红的，黄色的啊，嗯。它这个是乌头，对。下不了皮，这样就要安全吧。耶！哎呦！这么小啊！哎呦！又被坑了这次。啊？这次又被坑了。怎么说？又被忽悠了。他说两三斤的大鲻鱼。哎呀！那我要帮他说句话了。啊？早上钓的那个应该是两三斤的。你冒了个零的那个，没有，没上来的鱼没上来，你怎么知道两三斤了？还是我们船长死的，哎，对吗？鱼上来了，你说你看到了啊，哦，跑掉了，你说两三斤说的，那我不管，鱼都没看到你，那我不管，你就跟他，那我一点都不管。这是乌头吗？啊，你是乌头吗？这个是鲻鱼，眼睛是黄色的，黄色的啊。黄眼的是鲻鱼。青龙，啊，钓条三斤的给他看看。我今天给他证明给他看，给他看啊！你要真钓不上斤的起来，我跟你说，我真要把你推还是打窝。不用你推，我自个儿下去。是吧？说话算数。用肩上打窝。用肩上打窝。老是没。你说他狠吗？早上来他就说了，钓不到鱼要把我打窝。不用你说了，我自己打窝去的。好吧。刚刚钓友都在说老曹实在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我就实在一回。是没错啊。他昨晚约你的时候怎么说？两三斤的。大底两三斤了，等等，他说拼命狂拉哦。我的话你也信。哇，好久了。看几接口啊？接的牢牢的。那牵绳做，牵绳做，牵绳做，你讲的是什么？来，哎，大家都在啊，我们来个彩头了啊，又要来彩头了。可以。谁来一条上两斤的？待会儿大家敬他一杯酒怎么样？好，啊，我赞成。赞成吧。好。吃饭的时候敬一杯酒啊。嗯。尊叫他一声大师好吧，集体大师叫他一声。那我是没机会了，我现在都服了。赞成。赞成吧。赞成。啊。
敬杯酒，吉利家的大事啊！老虎也有机会的。嗯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好，没问题，就这样吧啊。嗯。现在啥经济啥咱不就不要了，来个名号对不对？看来这个我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。今天我要当一回大使。要就是荣誉啊。嗯。这个东西刚好有意思，我怎么拿呢？肩上掉了条啥？不知道啊，这货不认识呀。腿这么长？对啊，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哎呦呦呦，好滑，跟泥鳅一样。我，这是传说中的真鱼吗？是不是那个海里面的真鱼啊？啊，哎，我们海钓的时候碰到过，在水面上浮。这样的？这是台钓也能钓上来？那，你看这个尾巴，这个嘴巴看，长长的，你看。这东西好神奇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好黏啊！咦，很臭的，你闻你的手很臭，哦，啊，你很臭，这个鱼很臭。我感觉啊，越是奇形怪状的，应该味道越鲜美，越鲜美哦，是吧？要不我们中午把它清蒸了去，一条够吧？再多搞几条，再多弄点了嘛。啊，这里也有一条，再弄一条，再弄那边也钓上一条，那边有一条，比它这个还要大了，还真的。这样子一下，我们晚中午去把它清蒸一下子。哎，这种。长条形的一般都很鲜啊，应该是，看看很鲜的。这个人家说那个用那个雪菜，雪菜，对，雪菜。多搞多搞多搞几条。好的。你的目标不是两斤啊，是搞十条这种鱼。对对对。你搞十条上来，我喊你一声大师。搞什么鱼啊？真鱼。真鱼啊。啊，真鱼搞十条就不是问题了。啊，真鱼我喊你一声大师。确不确定？肯定确定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啦。啊，不用给我机会。好，好的，你的目标考核目标不一样啊。那你就，曹哥你就上当了哦。哎呀，这是要换饵了？对，我换个香饵。他们说我的饵太腥了，啊，所以钓的鱼很小。哎，也有道理哈。小鱼都喜欢腥。对，所以我用了一份这个谷物型的这个原味的，嗯，然后再加了一个，果酸，嗯，还有这个蛋奶，奶黄酱。让它味道变成这种奶香型的这种饵料，嗯，啊，去试一再来试试看，然后看看再做大饵，看他们这钓的大的啊。你的目标就是两斤以上，对，我的目标是两斤以上啊，考核目标不一样啊。对。哦哦哦，来了，来了，这个大了，下了下了，操，这个可以，下了。这个应该没问题的。下了下了下了。毛的，毛一只七八两啊，毛的有没有两斤？看起来也不小。给它捞上来，七八两。大爷，它还有一波力了，这刚开始。别急，我不怕了，我把它顶起来，我也不怕了。顶过来了，我还怕了？就怕脱钩，就怕脱钩。哎，就怕脱钩。对，就怕脱钩。毛的不管，有没有两斤？好像没有，看不到。啊？还看不到？还不到？没有，这里。哦，在哪里？两斤可能还真没有，一斤多了有了。嗯，一斤多有。终于给它捞上了一条，这稍微大一点了啊。对，这个确实是漂向，不是正口的漂向。嗯，它就送一下就下去了，就蹭了蹭到了。对，它这种一般的要先顶的蹲一下。嗯啊，就口就比较稳。啊，至少有进步了。嗯。超一斤了，哎，错失大师名号一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那个奸商说他已经蒸鱼钓了七条了，对，放弃了。可能说不定他先得到，哎，他放弃了，放弃了。我漏底了，你要掉底了？我不想搞浮了。蒸鱼是掉浮的是吧？嗯，啊，掉水皮，当水皮挂水面煎。啊，我觉得还是两斤好实现。对，我觉得还是两斤靠谱一点。两斤你钓吧，这要跟我竞争大师的这个名荣誉称号了，是吧？想象一下嘛，一酒桌上待会一圈人站起来是吧？你坐着，然后他们端着酒敬你一杯，然后大师，多体面是吧？多体面呢，谁不想要这种事情呢？你看我这个提议好吧？哦，非常好，这个彩蛋特别爽啊！我们一直都是说，一直都是。
做钓友身边的好钓友啊，不做大事啊，做大事。今天这个大事要当他一下，我得争一争。有没有两斤啊？没有啊，两斤半，两斤半，两斤半。有没有两斤啊？有没有带秤啊？啊？两斤。看到网就掏。看你掏完他就掏。哦，又是大粉。今天判一下有没有两斤。哪有两斤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，这是正常，没有啊，正常是正常，没正常，正常，正常，又错过了，又错过了啊！下钩，下钩啊！下钩，是在下钩，到底接的，到底接口，到底接，啊，可惜，可惜，又错过了。哎呀，这个没办法呀，他没有两斤，就是不能逼着人家长身体，不打窝才有可能吃饱是吧？啊，吃饱，等他吃饱再带上来。让他一斤的鱼吃到两斤的重量啊！不想钓海鲫鱼的，偏偏钓海鲫鱼的，没办法，认命吧。那你就干稍微，海椒。哦，来又动了，猫到了！哎呦，你看，又猫到了！真的大，不大，真的大，不大，真的大！哇，有希望！有希望！哎呀，旁边的几个都有希望！我给你称一下。我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两斤有嘞，两斤了，两斤了，哎，徐老板肯定心里在想，两斤货子来了，好，哎，不行，还有，哦，这个杆子溜着鱼还是有劲啊，哎，这条真有两斤了，头那么大，有，快，小心爆杆，过分了啊，你不要急，不了。这个不能急，这个一急我说到时候看不到的，嗯，像溜的差不多了，得让它飞起来要脱钩，对，拉过来，直接拉过来，这样抛可以抛，投起来，投下去就不行。可以了，不要跳了，你注意注意角度，注意角度。不是，你那个顶起来，顶起来，那个头再钓下，好抄。这子鱼本来劲就大，头给它顶起来，我让鱼子抄进去了。要不然抄不了的。哎呦，老七上来！老七上来！哦，成功了！没机会了！你出力出了，出来！钓上来一个人高兴，没钓上来大家高兴。你也出了！再搞死我！我就问你了。二哥，我上来。哎，你怎么会跑了？大意了，这杯酒晚上不敬你了哦。我再等一下，我再给你钓一钓上来。赶快！哎，对你越弄就越麻烦。我以为老七脱了，你也脱了。哎，老蔡，你刚才这个鱼为什么脱钩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是呢，你心太急。第二个呢，是你杆子顶得太狠了，对吧？杆子，你的杆子腰力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鱼呢，你不要顶得太狠，那个鱼头都已经在水面上了，立这么高了，对吧？很容易脱钩，因为这个鱼它会蹦跶的，有往上跳是吧？对，它嘣从水里面穿起来，能穿很高很高的。嗯，就是这个鱼，你把它钓过来过后，你杆顶好了过后，看那个角度，抄网线掷到水里面去，嗯，稍微一提，它只要在往出的时候，从尾巴一下就进去了。嗯，有时间你抄进来过后，我们还要速度快一点拖回来，不然它又从我那边蹦又蹦出去了。会跳？嗯，很容易跳的。跳了以后就脱钩。啊，100%要脱啊，因为要么就是还有一根纸线你搭在窗网上面了，嗯，要么就给你切线切掉了，啊，就是这样的情况，知道吗？就觉得这杆子弹性太好啊，确实是。我其实也没有说很刻意去往上顶，其实你看第一波的时候，对，往上提一下它就上来了，是的，整个头都旺起来了嘛，啊，
是这样的，不能让它出水太多。对，不能出水太多，它头在水上它就会跳。它头已经冒着这么高了，在外面了，一看的呀，十多公分在外面冒着了呀。啊，这是你的经验啊，这就是你的经验了。对，遛鱼的时候不能提出水。对，它确实有点心急。啊。待会儿得在水里面，这个鱼不能呛水，跟别的鱼不一样。太急了，就是这个。想要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旁边人一起哄，你就特别想把它搞上来？我想做一回大师。还有啊！目前你的窝子里生意最好。我这里有鱼。嗯。他就是这两路。哦，哇！还在跳呢，还在跳呢，又什么的？两条双飞啊！百分百毛嘛，一条正口，一条正口，一条毛的，来抄鱼啊！抓飞那里，妈妈，两只，外面还在叫。我只是想做个绿叶，但我不想抄鱼啊。双飞啊，双飞！给他来个特写，看看他的抄鱼水平怎么样吧。下一个自己来，我不服务了，行不行？真的，嗯。哦，哦。啊，漏口了！漏口了，是最后一根了是吧？算是最后一根了，是这么讲的。没搞到。没搞到。老曹还有最后一根机会啊！考虑到，待会回去路上很远，三点半我们说啊。对，我们早点说。嗯，今天看来你们都很客气啊，这个大师称号都不想要。没办法，实力他不允许。我们还是为了以后客气点嘛，见面。我们还是秉承着我们老曹的一贯的风格啊，不做大师啊，只做中国好钓友。钓不到就钓不到。低调低调。这句话我要说呢，我呢也秉承我的一贯作风，专做中国的好坑友。好坑友。好坑友。专门坑老曹的。来看看，今天你钓多少？今天？你比我们晚来了大概两个小时啊。哦。差不多。其实不多。我今天主要是来做绿叶的，今天我主要想蹭一下我们老曹，哎，坐在老曹旁边。以前你约我们来好像不怎么钓得好，对，今天这次还不错。嗯，啊，你这刺鱼多还是那个多？刺鱼、海边、游边、游边、蒸鱼都有的，还有乌头都有的。啊，你要是一直钓蒸鱼的话，这大师称号归你了。可以的啊。七八斤有，七八斤。今天我主要是来学习的。学习？真的是来学习的。那么谦虚，你个地头蛇，真的。啊，算了，不跟你扯了。嗯。老曹这边好像自鱼多一点啊。来，鱼后拉过来。我这边主要是自鱼。老海边不多，游边不多。游边不多，游边就几条吧。自鱼应该有个十几条，但是不小。这个车差点将我的碗扔掉。十几条。按鱼会来，应该你是赢了。做大概十多斤有。今天也就大概也就两三条这种八两到一斤左右的。剩下的都是半斤左右的，有点小。但是比同种重量的那个鲫鱼的话，应该手感好多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有两三斤的吗？有啊，有一条没捞上来。我可是视频的，错过机会，与大师失之交臂。好吧，收工。别的不说啊，在这种环境里钓一天，可太舒服了啊，太舒服。就是今天起得早，然后现在已经感觉眼睛有点受不了了，时间太长。到现在为止12个钟头了，三点钟起床。对，从起床的时候开始。有了，扛得住也不错了。走，收工，收工吃饭去。收工吃饭。反正今天反正没大师，没大师，今天随便喝酒就好了。都是兄弟。好。